等等，我再想想，等一下。就知道你长得奇奇怪怪的，怎么了？我再考虑一下，我现在去签了就没法反悔了。那你考虑啥呢？我想再找几个工作对比一下，看哪个最优，我现在有点怕，我直接签了就没法变了。肯定没法变啊！那昨天饭白吃了？你昨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没有白吃，你不然让我再想想呗，我再考虑一下。考虑什么呢？不合适了又。嗯。怎么不合适法呢？就是工资太低。没有。早上起太早。也没有。你让我再想想呗。你想什么呢？你告诉我。就我想再找几个工作对比一下。嗯、你别这样。什么原因？你这样好可怕呀、啊！你别这样。不是，我就问你到底什么原因？你说到现在，其实你也没说出个原因，不是吗？我跟你说了呀，就是我想再找几个工作对比一下。你别这！哎，你们上次那个同事。说你们办公室不允许谈恋爱。哪个同事？就上那个女孩。那不谈呗，不谈不就好了吗？你不谈，那我们陈同事我怎么追你啊？不追呗。那我那个就不找工作。为什么呢？我喜欢你呗，怎么能不追你？哎，佳佳，你别生气啊！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那你不生气？不是吗？真的假的？晚上见吗？请注意，列车运行前方是天宫院站，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。别！又发风平地，你这波浪这转性游戏。跟他结束，他与他在一起。你笑声一晚变颠倒众生，一晚别解过人。给你这个的体温，做梦再灌给我人。一晚变他一个心。那你再吃点呗。我不吃了，我吃太饱了。我整个人开始发呆。你是困了吗？有一点。你别呀，今天咱们第一次约会。因为我跟你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要吃很多，然后一个人说要减肥，然后你吃太多，我就好饱，然后你每次吃的比我还多，就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你刚吃了一个一整碗大饭，吃一个这么大的菠萝油，你太夸张了。这都是你吃的好吧？我没吃多少。还有两个，你吃了吧？谁？不接。那个骗人电话。你吃了吧。你吃了吧。你吃了吧。吃了我走了。你别呀！今天咱们第一次约会。我吃不下了，我变胖子了。你变胖子，我也会很喜欢你。昨晚我们去玩儿点减肥的活动。难道是我去乐高吧？我想去乐高看一个小可爱的钥匙扣。你在干嘛？小姐姐啊，怎么了？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我记得了呀。啊，我叫风雨啊。哦，好像你一下，我可以一下你的微信吗？哦，可是我。
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你呀。我有这么丑吗？很像啊，你看那脸。那那是你吗？怪你屁事。嘿，你还要上班？你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呀？回家了，风雨。这就回家了。我车到了。那不然再看看电影的。你想干嘛？我不想干嘛。今天不是，哎，今天是不是约会吗？